大家好，呢度又系富德嘅 VT， 今日唔系同大家嚟啲咩镜头评测，亦都唔系有啲咩嘅开箱。今日系要教大家煮一款嘅汤圆，系咸汤圆，开瓶嘅咸汤圆。整咁多，好嘅，即系咁上下。今日咧就提早做冬啊！整湯圓啊，準備嚟踩湯圓噶啦！呢啲係咩粉啊？呢啲糯米粉、哦、就係、是、泰國嘅糯米粉嚟嘅。嗯，以前咧喺舊時，呢個未錄係嘛？開始緊啦！哇！你唔知多唔多咧？嚇、啊，多一陣啊！多一陣食多啲咯。整呢個冬至整湯圓咧，係我哋中國傳統咧，特別係我哋開平興咧，有啲地方就唔興嘅，唔興整呢個係鹹湯圓嚟嘅。材料咧包括咧有湯，有糯米湯圓啦，有蘿蔔啦，有特菜啦，有魚肉啦，鯪魚肉啦，皖魚肉啦，有瘦肉啦。有公牛柱啦，有蝦米啦，係咪好豐富咧？咁擺咗呢啲粉喺度有咩用啊？點解擺個碟嗰度嘅？佢點等陣咧就整咗一個湯圓啦，有時咧就唔會黐咯，即係唔會黐個碟，因為我頭先咧就俾一啲水落去洗咗個碟，哦、所以就依家俾少少粉落去就唔黐得咯。哦，好，好啊。湯圓第一個步驟咧就要煲滾啲滾水。煲滾啲滾水，俾適量嘅滾水咧，就攪到，嚟開始，等我嚟攪先。好啊。就首先將呢個粉咧，俾啲滾水滾，煲大滾水就攪勻佢先。攪勻咧，陣陣就會成咗一個糊仔啦，一大嚿啦，咁猜到一嚿糊。糊仔。依家就變咗糊仔咁樣咯，等陣猜到一。大嚿成一個粉團啦，咁就可以粗湯圓啦。嗯。啊，夠唔夠水先？好似仲撐啲啊！因為咧，我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初學嘅，所以咧就會撐少少。初學唔係整咗幾年嘅咩？整咗幾年啫，但係我年年都一次啊嘛。哦。咁樣就慢慢初學啊。咁啊，以前啲人成日都整啊嘛，但系我一年整一次，咁系咪初學？喂，好似仲差啲水喎。咁我攞去攞水啦。咁你去啊。熟手嘅咧，就已經差唔多 OK 噶啦，我就初手，所以就耐少少。嗯。呢個湯圓咧。我哋開平人咧，多數都整呢個湯圓。嗯。做冬嗰陣時就整，寓意一家團團圓圓。咁差唔多個步驟就差唔多完成噶啦。頭先係粉，依家就變咗成為一個團。哦，一個團。粉團。哦，粉團。唔係糊。往年咧，我就俾凍水猜嘅。嗯。十凍水猜咧，啲人就話會嗰啲湯圓食起嚟咧，嗰啲湯圓咧俾凍水猜起嚟咧，有啲人咧就話會係浮厚啲嘅。嗯。如果俾滾水猜咧，就會係實啲咁樣嘅。哦。但係咧，往年我俾凍水猜咧，就覺得佢幾難猜得埋。所以我今年在微信那裡呢、跟人分享了之後，很多人都說當然用熱水啦，滾水啦這樣、所以我就又 用滾水。好啊，好，開始一下，要不要幫手啊？如果在有些人快呢，酒樓那些呢，佢就咁樣整一條條出嚟之後咧，就擺喺個台面，
用張刀剁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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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差不多了哈，啊，原來就用這個快很多，所以小心先，啊，就這樣了，啊，就是这样了，哇，是不是很圆呢？意思就是大家都团团圆圆很圆的了。嗯。不是，嗯，不是假。用两个，拿两个，这样就会。那我是伸手啊。伸手两个，你手大是没问题的。隻手这么大可以咩？就是這樣，平時呢香港那些呢是裡面有餡的嘛，裡面放餡，但這個是我們開瓶那些呢就直接裡面沒有餡的，看到粉團之後呢，在之後的畫面呢就會看到是有一些那些配料啊那些這樣的東西的，是一個粉團來的。好，那我們已經操好那些湯圓了，咁啊，準備嚟煮呢個湯圓。咁咧鹹湯圓啊嘛，咁當然係有其他材料㗎啦。咁材料包括有啦，呢個鯪魚肉啦、臘腸啦、鰻魚片啦，仲有瘦肉同埋公腰翅、蝦乾、蘿蔔，仲有其他菜雜菜啊咁樣。仲有咧就係呢個芫茜。咁我哋首先就要爆一爆呢、這個。有啲葱頭啊、香芹啊，咁首先要爆一爆先，咁樣煮出嚟嘅味道會香啲嘅。就俾埋呢個呢個咧，呢個係白蘿蔔，係啊，白蘿蔔啦。呢、这個湯煮湯圓咧，一定可以煮得嘅就係呢個白蘿蔔。點解啊？因為佢煮出嚟嗰啲湯圓係會甜好多、香好多嘅。加啲水落嚟滾煮滾之後，再加其他。材料多嘛，俾多啲水我咁樣。我 OK， 啊，再加埋呢個咧，呢個都要做啲俾光魚。呢個係光魚柱。光魚柱同埋呢個蝦乾做啲。好。加埋啲菜上。依家係俾。再俾埋啲菜上，因為呢啲都要嘅時間都要。幾耐？依家係俾埋豬肉落去。嗯。咁咪其他配料。嗯。再俾湯圓。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
这个汤圆已经是浮起来的了，即係意思就差唔多得噶啦，所以就嗱嗱臨咧就加埋呢個魚片上去，就可以上得台噶啦。見到呢個湯圓係咪全部都浮喺水面，浮喺個鍋面咧？即係已經係差唔多得。加埋啲魚片就可以。我看到一锅美味的咸汤圆呢，这个汁啊，等等等等，剩下一点点，到最后就是加上这个芫荽，咁就大功告成啦！好，系咪色香味俱全呢？好，咁啊，今日呢个汤圆就做完啦，等阵我哋试下。